大家晚上好，我是 AD Cool。我认识这个水鱼呢，开始的时候我是不相信的，因为是它是一个这样放着在上面。阿 Grace 跟我讲，这个是很好的水鱼，我就想，哎，这样放着就可以健康吗？我就不相信，我就跟他买了，拿了石头回去，就跟我太太讲，这个水是很好的水源的。然后我太太就喝了，喝完了的石头，他跟我气头，他讲，哎，没有水的，我跟你讲很神奇的水没有了。然后我又再去找阿贵，再拿出气头，然后第二次的气头，喝完的时候，早上我的太太跟我讲，老公，我的那个黑斑不见了。哦，我就讲这样神奇，我就再开始注意这个水鱼了。然后在拿过一次的时候，他在喝的时候，他就讲说，我每个月的月经都来得很美了，很 fresh 的，他从来没有来过这样美的月经，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水是很不错。然后我就开始买了，然后我就喝，然后我的高血压也降下来了，谢谢。